咧中会时段，来先放下恁武装的手机，用咱的双手的歌声来甲伊欢迎，就是咱的阮的官，阮的馆长啊，咱的候选人，阮的李庆勇，阮的勇伯，要上舞台向咱杨彩彩，啊，咱现在时段甲恁请安问好哦。好，非常感谢吼，啊，今仔日咱的主人家啦吼，主办单位，咱杨太真老人会，咱的林会长，也做咱啊应勤局的林主任委员，啊嘛也做咱啊这个在地的副理事长吼，咱戴国华啊戴理事长啊在座各友会的贵宾啦，各界贵宾吼，咱杨太真家中家，我哩上，我巴上，大家平安。大家健康，大家好，啊，今仔真欢喜吼，会当来到林彩真来参加这个盛宴吼，啊，就是咱老人会为着要庆祝九九重阳，特别举办这么啊盛大的一个宴会啦吼、哦，不但是料理非常的澎湃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呢，佫聘请到这么啊杰出吼，然后呢，诶，一个这个啊综艺团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综艺团吼，啊，这么精彩的表演就对吼，啊，使你甲今仔这个晚会咧，会使讲充满了欢喜甲快乐。啊，我伫这特别向咱林会长啊表达最大的敬佩之意吼，也、要甲咱这奥利桑、奥巴桑中者来甲恁恭喜就对啦吼、啊。啊，各位中者，少年的时阵拢是勤奋打拼。嘛，家是顾咱家己的家庭吼，啊，其实对咱的社会、对咱的国家，拢有真大真大的贡献。即摆大家年岁较有啊，当然咱的囝儿时势拢真友好。除了囝儿时势甲咱照顾之外啦，吼、哦，社会上也还佫有侪侪这个爱心的团体咧，对咱老人也真关心，包括咱老人会的组织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还佫有政府部门啊，对咱老人的福利。我也非常的投入吼，啊，所以阮关键这几年对咱老人福利的部分，伊有开的支票，拢有兑现着着吼。伊知影讲老大人身体爱健康，所以讲爱运动啦。咱这追求的运动吼，槌球运动吼，差不多逐个月大大细细的这比赛拢有，啊，县政府咧拢全力来赞助着着吼。咱奥利桑、奥巴桑嘛真爱练歌，啊，所以讲咱各地老人会，咱这卡拉 OK 的这设备吼，我若尽量政府咧拢补足甲够着着啦吼。奥利桑、奥巴桑喙齿较歹，若要装迄假喙齿吼，县政府我若免费专业来补助，这就是讲讲会到。做会到吼，啊！李进勇伫九年前代理馆长的时阵，嘛特别为咱奥利桑、奥巴桑设想，咱65岁以上坐公车拢唔免钱，就是伫九年前开始来举办的着吼。咱将来五万公会当办理老人的食堂，伫咱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村头拢有老人食堂，和奥利桑、奥巴桑，你唔免起价动作。两个老人公婆啊吼，啊起价动作真费气啦。有时啊，记忆较歹吼，嘛会危险着着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嘛，咱着有一个老人食堂，中央厨房。啊，主主咧，互你送，互我送，时间甲碗碟啊摕来。咱着伫即个活动中心，咱着伫庙的会议室，啊，是讲学校的教室、堂的教室，咱着做伙来用餐。啊，大家开讲，啊，大家来互相关心，这是咱以后要做的老人福利着着吼。唔盲讲，咱就互你送，互我送。都得到上好的照顾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和我做伙来向大家致敬的，也够咱民进党所提名，咱到咱这个河尾地区议员的候选人颜玉华吼，啊，颜玉华咧，伊担任民意代表，担任这镇民代表，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吼、哦，啊，表现非常的杰出，对争取咱地方的建设，对咱乡亲的服务，都表现到真好的对吼，啊，这个民进党来个提名，要敬。算咱大虎尾地区的一个啊管理员，不忘咱杨彩真，咱虎尾地区在中心时段，我来会当多多来给牵绳指教吼。也佫有另外咱镇民代表的候选人吼，啊林泰山啊泰山兄啦吼，啊我也是有心要来替咱基层服务，不忘大家也会当多多指教。当然现场也佫有侪侪咱的这候选人吼，包括财政出身的吼，啊这候选人啊三哥啦吼，啊咱郑代表。顶顶吼，唔忙拢会当大家专员动算啦吼。多谢各位，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啊大家合家平安。多谢各位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谢谢咱永辉啊，谢谢。大家好 ，OK， 好，好。
安尼咱咧永伯吼，真个心意哦，阿妈讲真个多，也正常发表，阿妈希望咱所有咱盐菜村咱家永伯时段吼，一定在咱个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一定予咱个所有提名，拢当个高票来甲伊当选当选咯吼。